三点五分景点。啊？应该不是哦。不是，李小姐。对。0988。12557。但是的话，总共是六人份，今天够吗？可以。那想要汤匙还是叉子？儿子，你要哪一个？啊？什么？我要哪一个？汤匙好了。好，那只就一只金色美式帽子当代表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那麦当劳要手拿，是要加购一个黑色透明的防水皮带。手拿。手拿没有覆盖子哦。没关系。